龙坡邦为何是来寮国旅游必须来的地方？好大哦！这里保留着传统的技艺。有哎，他完全是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。它为何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？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到底有多热闹？6月11日周日晚上9点，未来娱乐台跟着佩影走入湄公河上最后的秘境。